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则是参加了下午的 WeCare 气球大游行，他换上了 T 恤短裤，脚上踩着运动鞋，跟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一块现身。主办单位宣布，现场有超过10万人了。而在游行当中，有各式各样造型的大气球相伴，还有九天剧团、纸风车剧团等表演活动，就像是一场嘉年华盛会一般。 走上街头，热血沸腾，大喊 "We care"， 群众超 嗨！俨然是场嘉年华秀，各式各样的大型气球飘扬，游行队伍中还有表演活动。当然是有咧进步，是外行的看无，伊向来讲啥物高雄幼老幼穷，我拢骗人的。我们要跟小孩子一起来参与，要教导他们哦。 一起来守护高雄，民众高声疾呼：“我在乎，要守护高雄。”人群中还有他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。人山人海，满坑满谷的，这个是高雄人站出来表达，要守护我们的民主，还高雄一个公道。因为这一段时间也受到很多的抹黑，那其实高雄这几年越来越漂亮，这个大家在这里都以高雄人为荣。换上T恤短裤，脚踩运动鞋，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到场参与。沿途民众好热情，见到陈其迈，大家抢拍照，不断喊着加油。所到之处，行经住家、餐厅，民众也在二楼挥手互动。来参加活动，是挺高雄。 挺我们台湾的民主。游行队伍总长大约5公里，终点站由纸风车乐团表演。陈其迈说自己会走完全程，用行动表达自己守护高雄的心。记者蔡婉如、赖玉勋、黄富奇，高雄报道。